现在我已经29岁啊，多少年了？七年前。那你的歌手这样喜欢短弄铁体舞呢？七年前写了一首歌，现在的我已经结婚，没有生子了，结婚。然后看回去以前的我，觉得我问我现在我唱起这首歌会有什么感觉？好，那就大家就听一下。那姐妹蛮自然，你的歌哎。等一下，我戴一下耳机。经常你不离开。
谢谢我的青春哥哥。